这里一旦赚起来了，他愚民，因为别人没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得取得你的，所以说你好控制。这个鱼，我说鱼问是个好说，一个是这个鱼鱼肉这种鱼肝啊，另外这个肉老给你吃什么料，还不知道什么味道，你说多少东西呢？对呀、啊，给我烫死。你做点市场批发，然后那个鱼油，对呀、啊，那个油做了，咱们绝对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现在那个鱼油，我说这种鱼油啊，你小心说啊。